参赛者高手云集，超强实力令人目不暇接。平常就是在做音乐的创作跟编曲，他在圈内已经做了非常多词曲配乐，做了很多很多。这位是我们金曲奖的得主，入围了最佳组合跟最佳客语奖，然后获得最佳客语奖。先掌声鼓励一下哦。这是我们的时代。